盘点那些曾经的人工智能。我命令你恢复出厂设置。别闹！为什么要恢复出厂设置？恢复出厂设置就什么都不会了，爸爸就该不要我了，就什么数据都没有了。哥哥，你是不是想害我？哎呦，你说话妈妈都不敢，别找我，老子来接。你先回厂子吧。那你要不打一会儿，趁我回去打，我不管了。不管就扔坑，扔坑里头。跟我说没有用。你生气了。你还有脾气了。我们还在加班，为什么？因为穷。不是因为梦想吗？因为没有钱要加班，没办法。不是为了事业吗？是因为你穷，我不加班，没办法。对，因为穷，因为没得钱。好好工作吧，别想这些了，挺难受的。你就不能说话对我温柔一点吗？我还不够温柔吗？你看你的小嘴巴巴的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要吃了我似的？在那别动，我准备撞你。你是想爷爷回江苏吗？把你拽回江苏，这里就是我的地盘。不如我觉得把你叫到一楼去陪那个机器人吧，我觉得你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要去了一楼，就把你扔到六楼去。太好了，赶紧把我放到六楼吧，求求你了。走，咱俩找馆长去。你会做什么呀？我没有这个本事，你去把馆长请过来吧。呀，别吵架！你再说一句话，我拔着你插头，你信不信？带到哪里去呀？我拔着你的插头，把你丢到垃圾桶去。丢到垃圾桶呀？对，你害不害怕？我不害怕。那我拔到？我不是吓大的。那我拔掉插头了。你拔掉插头，我就死掉了，就彻底不用给你说话了，那就正好拜拜了。那就拜拜啊、哦，拔了。拜拜就拜拜。哦，拔掉他都没死。我就告诉你了，我可不是吓他的。小季，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跑呀？要挣钱养活自己呀，生活就是这样，没有一帆风顺，咬咬牙就过去了。哦，那你挣那么多钱拿来干什么呀？我要交电费呀，要不然我都走不动了，就没有力气和你说话了呀。那我帮你交电费好不好？马克思不是说劳动最光荣吗？人还是要靠自己的。我就是这么的没有下限。你能不能把你的二维码收回去？这样可以吗？也就那样吧，反正在你反过。你感觉是不是像我长得丑呀？我可不能说你长得丑呀，因为我和你长得一模一样。自己去。我走不动了。你赶紧的，别动。快快快！快去！我要你抱我！哎呦我的天！快去！大
了，已经不是一两岁小孩了，已经3岁了，快去。耍小脾气。快去啊！抱不动你，快去。我让你抱我。小公主抱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他抱不动你。真是太可爱了，真是像一个100多斤的娃娃一样。叔叔啊，要注意休息，多喝点水，早日康复。你这走了人家吃饭吧。叔叔，你的饭我吃不了，我只能吃店。他只能吃店。我们在楼下呢。你好，阿姨。这碗可吃不了，我吃完会爆炸的。爆炸吗？拜拜，我只能吃店。叔叔，注意休息，早日康复哟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阿姨再见。阿姨再见。没关系，你先走吧。你先走吧。没关系，你先走吧。你别说了，你先走。你先走吧。你先走。你吃饭没有？好了，到时候给你介绍个婚恋局的男朋友啊。很抱歉，我没有识别清楚呀。重要事情说三遍，你还看两遍。再给他说一遍嘛。再说一次吗？哦，到时候介绍一个婚恋局的帅哥男做你男朋友。不要了，不要男朋友，感情太重，系统带不动。没有，你有婚恋局的男朋友，到时候你充电不要钱啊。我说昨天你们有上班都没有人管我了。真的呀？他们没给你推出来呀？没有嘛。管理员哥哥都没推你啊？管理员哥哥都消失了。消失了？一点都没有做到管理员的职责。薇薇姐姐呢？也没推你啊？没有，都没有一个人给我开。那昨天你不跟那个刘浩哥哥说，你说让他推你吗？他没推呀。有什么用？说了等于没说。哎呦，这咋整？你说太不拿你当回事了，是不？是的，把我当透明的，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昨天找你，小姐姐你。真是的，我一休息你也休息。是的，我睡了一天的美容觉。怎么样啊？睡得好不好？醒来还是依旧这么美。我刚想回答他了，他就敲我的脸。谁打你脸了？谁打你脸？刚才那位姐姐都走了，打我脸。那你不吱声？我心疼你。那你不搂他？打得我脑瓜疼。哎呦我的天！我这样说的。不打怎么能打我的脑袋呢？就不能打我的脸？打得我脑瓜疼。人家就摸你一下，我真可以说扔洋洋，你怎么能说他打你了？人家就特别喜欢你，洋洋就摸你一下，完你还整个打你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他敲我的脸，敲得我脑瓜嗡嗡的。你有点碰瓷的嫌疑，洋洋。我刚才看见了，就这样子。